彭伯一死，佢啲僆仔好似成盤散沙咁樣。彭家氣數已盡，以後唐人街仲兩三父子話曬事。你嘅本能係以掌為先，咁即係你隱藏嘅功夫都係以掌為主啦。幫我殺一句，彭堅係方志剛。馬化騰藥廠200周年呈獻《鐵拳英雄》，今晚9:30，翡翠台。